洗，才洗得干净了那个鱼。又来了，那是一个。它才是原汁原味的，原汁原味的东西。给它煎点了哈。本身牛肉吃，这是前不是去年这个高的呀？我是小你光的，你不觉得照相？你去，人家，你去把我的给你照高。你照就行不？你照，我感觉看都看不懂哦。哪能看不懂？哪看不懂？那是老师傅。有大道吗？哎，大师傅的哟。是跟老师傅，你这个，那骨力些大的事情，又怕骨力死。哪儿折？没得折了。那回折没？我你都去了，跟你哥哥。嗯。我是腰酸背痛，我动起腰酸背痛。老子跟乱子两个去打两回。搞难得些中儿子，他又不饿了，我也难不饿。是啊，对吧？硬他说。那你去问他。你就光顾我那拿去啊。他去了，他一辈子都走穷，我们在那。哎呀，看起就是打中儿子把老子。我说点儿都不到手。啊，你那个都有两。你人轻吧？那个那个两。两块我晓得，不能怕。皮条子哈、啊，没得，我没。那回狗子把他打偏了，鱼。要等太阳漂亮了。要看天气预报，你不是说你一讲究你哪天得空？那可你硬是要不落雨上去才得行。你说是阴天上去跑都是黄的个。我都看的是阴天。那两天还好打中一只，那两天。那两天是晴天喽。啊，今天去在打电话，就跟他那个跟他打中儿子啊。哪个？今天去，啊，在找那哪个家的？那个跟他也是他们家过的吧？老不是那个。打中儿子，狗子还是嘛？男人。不，根本跟，就是王天王人们去过的。耍活狗头。我手会长拉皮。是手长，就如果咱马路下面就是蛮高头，咱马路上面在那都是反正。他又像那个筷子，那早晨四点半下去的，结果遇到刘是叫刘长群，背是背在了斜肩皮嘛后头那哈儿，还斜七哈，那儿斜七哎，我看到是我人不当他打，我说那个有点像那个刘小他们老头，反正有点那边他也没认得当。那不夜晚上买红烧，你买不到好些哦。这中文字。倒坑我好像不闹坑我没弄去应该我今天哪百多人哦啥时候门前的证据啊肉粽子是能干你看起来可以